顾嘉欣，我准备好了，你愿意娶我吗？你知道仙人掌的另一个话语吗？是将爱情进行到底。准备好了，你愿意娶我吗？很多人误以为心跳的感觉就是心动的感觉。赵江月，我喜欢你。顾嘉欣，我准备好了，你愿意娶我吗？原来我们我要留在我心爱的人身边，为了你我怎么都行。你可以哭一场，至少我的肩膀可以给你靠。如果我能拥有一条无人知的隧道，没有尽头。顾嘉欣，我准备好了，你愿意娶我吗？Thank you.